Soviet Salt 是一款浓厚黑暗元素的动作游戏，在未来2025年的某天，真正的史达林使用了传送门回到了莫斯科，警告普丁纳粹归来的事实。他们正潜伏在克林姆林宫的弟弟，试图颠覆俄国。而玩家将可以选择以普丁、列宁或是史达林来进行游戏。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殊能力，像是列宁能够使用小手枪，普丁可以制作人质炸弹等等。玩家必须依照关卡来选用角色才能够顺利通关。至于最后能否成功摧毁纳粹的老巢，就取决于玩家的操作技术咯。